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itPod， 我是 Tony。 本期给大家看看呢，使用 HitPod 的变声器变声成动漫人物的声音效果。大家好，这是海绵宝宝的声音。大家觉得变成海绵宝宝的效果怎么样呢？又或者啊，是变成小小兵。大家好，这是小小兵的声音。再认成蜡笔小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蜡笔小新版 Tony。 大家好，我也能变成女生，这么声音好听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女装 Tony。 大家觉得这个软体变声有趣的话呢，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，你也能下载这个变声器试试看效果。好的，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